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心时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台风上个礼拜走，这个礼拜又来，这个低压带热带扰动的变数仍然是很多，在防汛期时间呢，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今天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要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消防局技政黄其初。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其初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科长苏元庸。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元庸好。第三位呢，是我们暖暖分队长曾国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宪好。就要带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台风防汛期来，这个台风刚走，最近最有趣的就是有人移车，结果他一开始在碧沙的时候停这里，就第一天被压到，第二天他把车移走，就第二天他又被这个树压到，所以这个台风来临时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保护自己。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技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防台准备要注意哪些事项。其实我们现在的资讯都很方便，到处都可以提供到。像台风要来了，像比如讲我们的今天的海景已经快要接近了，你看我们现在都发不出去了，几乎全部的市民应该都很清楚。第一个，我们民众一定要随时我们去了解我们这个台风的动态。那既然我们已经台风要来，会不会来？它随时会在变动，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它。但是呢，在要它要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准备。比如讲水沟，你一定要清。我记得上礼拜那个台风来的时候，那其实没有进入台湾，是从南部飘过去。但是那一天晚上下很大雨，那我家呢前面是做一个遮雨棚，那遮雨棚上面呢就是一个排水沟。晚上三更半夜的时候，整个阳台水通通飘进来，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没有飘，没有流出去呢？结果发现它就是这个排水沟呢，这个排水沟要出去呢，被那个树叶遮住，所以我三更半夜呢把它拿掉，整个水就排掉了。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有去做这个动作，就是台风要来之前，我们先要去清一下我们的水沟是不是有阻挡，这个是第一。那如果你家一般我们的住家，你前面阳台会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盆盆景景，这些东西要更小心，因为台风来的时候，它如果这样一吹飘下去，如果下面刚好有路人会受伤，你记得我们前阵子还有那个装冷气掉下来，不要造成这种不幸的事件。所以如果像有这种东西，你就要做这个准备，把这些花花盆盆的先把它搬进来，等台风过去了以后我们再去处理。第三，那我们在家里呢，尽量准备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在推，像我们基隆市爱买也有一个防灾专区，那防灾专区呢，这把我们台风必须要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在那个专区里面都可以去买得到，所以这个提醒各位，那台风就尽量不要出去，那随时呢收听我们最新的一个信息。那在政府部门呢，你们放心，我们现在在政府部门，像台风来了，我们就会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三级、二级、一级，我们的掌控速度还有我们掌控的资讯都会很随时都去掌握到它啊，也随时会给我们的市民了解。是，真的，我们市府消防局做了万全的准备，当然很多步骤也是要民众来配合，比如说像记得要把阳台的花盆搬下来，然后记得水沟记得要去看一下有没有被堵住，排水口有没有被堵住要记得清，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灾害降到最低。那相信两位，我们另外我们的元庸还有我们的国宪两位弟兄，他其实在防台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灾害急救的工作，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元庸，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案例要跟我们分享，然后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其实台风来临前我们都会非常关注所谓的新闻那大家一定最关注的是什么？要不要上班上课嘛？是。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像我们现在北北基桃已经算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其实市府这边都会有统一的资讯向大家来做一个发布。那诚如我们刚刚长官技政所讲的，那其实一些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有一些东西必须提早采买去做好准备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很多爱买啦，或者是家乐福啦等大卖场，我们现在也都有，我们消防局有成立一个防台的专区然后贩卖了一些居家的防灾用品包含了这像是
紧急的避难包或者是手电筒、电池行动电源等等。那当然，现在大家手机也都很方便哦。那有时候在手电筒的方面，然后就会用变成用手机来做一个使用。那当然因为怕有一些断电的一个作为哦，所以有时候有行动电源要备妥。那当然，个人的医疗用品哦，还有一些修缮工具等等的，也都请大家可以到这个防台专区哦，各个厂卖场去做一个选购。那当然，我们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消防局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勤务的安排哦。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好像没风没雨的，大家在家里面已经听到我们消防车在外面做一些防台的宣导的广播哦。有时候是市长有帮忙录音，有时候是我们同仁哦自己本身的一个音量哈，然后来做一个防台的宣导，请大家民众不要外出。那大家觉得说，哎，奇怪，都没风没雨的，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甚至会有点扰民的行为其实请大家做一些谅解因为在台风真的风雨强的时候，因为希望我们消防人员在外面这样子奔波也不大好了所以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宣导再来其实我相信很多冲浪的爱好者在台风来临前所谓就会发生长浪的一个状况像台风准备要来进来之前，我们的基隆的外海就开始有长浪的出现。长浪呢，大家冲浪爱好者就非常的爱但是我们切记安全还是第一我们不鼓励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兴趣而提高这样生命的一个出现一些状况所以在长浪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去这个沙滩这边观浪，或者是从事海域的作为不然的话有相当的一个危险性是真的台风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海边玩。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分队长，我们的国宪是不是有类似的救命案例？好，谢谢主持人。那首先刚刚我们科长也有提到说海边会有长浪，我们在台风季节有时候民众会喜欢去观浪他会喜欢去沿海地区观浪，那这个部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因为什么时候会有长浪还有所谓的疯狗浪的发生，那民众都很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发生意外，所以建议民众不要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到我们的海岸边去观浪。那另外刚好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泥沙台风来袭，那在我们暖暖区的281巷后面有造成它后面山坡的一个土石崩落。那大家可能对土石崩落比较不常遇到，那这一次的情况，它整个后面山坡崩落的土石，它的冲击力道是非常大的，它包括民宅，它的是可以穿墙透壁的，就是它的整个后面的土石是直接冲到我们一楼民宅里面，所以当我们弟兄到达现场的时候，它的一楼里面全部几乎已经那个土石的堆积的高度已经大概到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胸口的部分，而且它那个冲击力道非常大，所有的家具都已经有时候可能会破损，甚至被它掩埋都有可能。所以那所幸我们去年的那一次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民众都有及时逃出。那在后续市政府全力各单位跨局处单位的抢救，大概到今年的年初过年的时候才接近清理完成，所以它这个后续的一个复原的过程也是非常漫长。那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在台风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做好防台准备。再来台风之后的有所谓的东北季风或者是西南气流等等很容易造成我们豪大雨或甚至是一些特大的豪大雨的发生，那这个都要注意清理家里的水沟那避免造成淹水的状况。是，所以在台风汛期期间，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有很多的事项要大家警惕再警惕，然后不要到海边去玩，然后水沟记得要清一下。然后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今年的暑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真的非常的热？根据这个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指出，今年7月6号，在美国他们的平均日攀升是17到23度，已经打破了10万年以来的记录。要先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热伤害，如何远离热伤害。
高温袭击，小心热伤害。热伤害是身体无法调节高温所产生的急性疾病，包括了像是热衰竭、热中暑等。热伤害若处理不当，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昏迷。不过别担心，有四招可以让您有效对抗热伤害。一、适时补充水分，不等口渴时才喝水。二、注意工作环境温度，避开太阳直晒时段。三、做好个人防晒措施，如穿着浅色透气衣物、戴工地帽等。四、准备多条毛巾，泡在装有冰块或冷水的桶子，随时可敷在颈部及腋下降温。了解热伤害的症状，时时注意个人健康状态。国民健康署提醒您，当疑似出现热伤害症状，如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头晕、恶心等，务必迅速离开高温环境，补充水分，设法降低体温，并尽快就医。让我们一起远离热伤害吧。真的就是要远离热伤害哦，你知道啦，根据这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资料哦，五月到目前为止气温是屡创新高，面对高温环境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苏科长。现在哦，其实真的夏天越来越热，其实我们都有在跟中央气象局来做一个分析哦。其实近年来哦，赤道它的海水的温度持续着升高，那今年评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盛阴现象的一个年份哦。那何谓盛阴现象？由海平面的赤道的温度上升至一定的水准之后，会发现哦，夏季的期间会越来越长，然后呢，温度也会越来越高。另外呢，再来就是冬天的时候会出现暖冬的现象的几率也大幅的增加。再来就是我们最近发现的台风哦。台风的数量会变得比较少，但是它的强度相对会增强许多，因为它在赤道的部分已经把这个海平面的能量都已经吸收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缓慢的前进，它会越吸越饱，然后越来越强壮，所以呢，如果有青苔的话，它的危害几率也大幅的提升。那刚刚有影片上面有讲到一些热伤害，其实大家好像热伤害到底是什么？其实最简单来讲就是中暑。可是中暑对大家来说好像常常会听到，但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其实热伤害我们可以分为有五种哦，其中当然是以中暑来是最危险的。那在的中暑的时候呢，死亡率已经达到30%了，相当于每十人中有三个人，十个人中暑就有三个人会死亡。对，没有错。那其实这五种我们可以看图卡这边来显示哦，中暑。是我们大家最常见到的，然后也是最常听到的，危险性也最高。但是它其实在中暑前，它会有其他的一些阶段，包含了热痉挛、热水肿、热晕厥、热衰竭跟热中暑。其实我们到发现真的有一些现象产生的时候，都已经出现到热衰竭跟热中暑。那其实到底怎么去区分到底这个人刚刚影片有讲到说就头昏脑胀啦，或恶心想吐啦，那到底是中暑还是热衰竭呢？其实我们来简单的用这张图就可以分别出来了。其实我们看到热衰竭跟热中暑，民众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话，两个部分，第一个，热衰竭它会大量的流汗，热中暑的时候已经不流汗了。所以在热衰竭在大量流汗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补充水分，可能赶快躲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适度的休息，那之后就会转换成热中暑，它就会不流汗，然后体温就会飙高到40度以上，然后可能会失去意识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在夏天越来越热的情况之下当然大家很喜欢去户外的运动，我们当然很鼓励大家从事户外运动，但是户外运动的除了有热伤害之外还有一些像是溺水的案件也层出不穷所以在此也跟各位民众做一个宣达除了在进行户外活动，不管是爬山也好，去游泳也好其实都要多补充水分并且要考量自身的能力在任何的场所进行任何的运动活动，补充水分之外，也要选定适合的场所去戏水像我们现在防溺的宣导也是算汛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在如何在夏天的时候要选择适当的一个地点去做一些游泳啦或是戏水的活动，我们可以有这边有几点跟大家宣导一下像我们有10点来做简单的一个说明像必须要有一些配合有救生人员的设备啊跟人员，然后或者是不要去跳水危险的行为不要去做
再来就是湖泊溪流落差很大的地方，戏水游泳要格外的小心哦。那不要一些落单哦，随时注意同伴的状况的位置。再来呢也是哦。除了这四点之外哦，我们包含了还有这五点哦。下水前要必须要暖身哦，我们不要穿着很帅气哦牛仔裤去戏水，因为它衣服裤子吸饱水之后，你从事一些动作非常的有一些危险的存在。那第六个，不要在水中嬉闹恶作剧哦。还有再来第七个，身体疲累的时候不要去戏水游泳。第八个，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会小心失温，也要注意哦。再来第九个就是注意气象报告，我们讲的台风来了就不要去玩水了。第十个，加强游泳的漂浮的技巧哦，如果不幸落水要保持冷静的放松哦。这十点哦，请大家哦，如果真的去戏水的时候要注意。那像我本身哦，除了是消防局的特搜队之外，也是我们潜水队的队长哦，我们在救溺的时候也会发现到许多的一些状况产生，像是在海边的时候，如果发生溺水的状况哦，其实大家除了要干嘛，其实都有学过，遇到溺水案件哦，除了要大声呼救之外哦，然后要赶快叫旁边的民众拨打119。如果是你有看到有人溺水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当然要实施一些我们所谓的 CPR 哦，就是心肺复苏术，还有一个 AED 哦，也就是傻瓜的电击器，我们叫去颤的电击器。那这个东西哦，其实到底是什么？相信有一些民众已经有看过，甚至有去学这项基本的一个救命术。其实 AED 来说，它是一个叫做去颤的电击器，它并非是像电视或是电影当中哦，它的心电图是平的，那平的时候你按下这个 AED 电击的时候，它就会有心跳，其实这是为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效果，然后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情况来说，我们 AED 的使用时机哦，当你真的有去学习，甚至有看到人家在贴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哦。如果贴上去的时候，他会说正在分析节律，不要触摸病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正在分析他的心电图。那如果心电图其实是我们所谓的 VTVF， 也就是心室颤动等情况，才需要去做一个电击。我们心脏它是要有个频率去压缩挤压，让我们血液充斥到脑部或者其他四肢才能正常运作。那如果心室颤动它无法正常的挤压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 VT 或 VF。那这样的话，一个电击器如果假设分析出来的它的心电图像这样的状况，我们必须要按电击，要电击要干嘛？把它的心跳电成是平的，这很奇怪哦，也很特别。跟电影上完全讲的是不同的哦，我们把它电平了之后呢，才能实施我们的 CPR， 也就是心脏的复苏术哦，然后去压胸，然后帮它按摩心脏按摩，然后让它最后恢复到自己的原有的一个心跳哦。所以 AED 加 CPR 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急救术的流程哦，并非是说只要压胸或者是只要 AED 就可以的哦。这当然AED 的一个宣导，其实我们消防局也都在努力的在推广，然后让民众去了解、去认识，甚至去知道怎么样去使用，搭配 CPR， 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活率哦。那再来哦，其实，在海面上，我们最常去基隆市民的朋友很喜欢去万木山哦。万木山这个海滩来说，其实它并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海域哦，但是夏日哦，大家真的要去玩的话，还是要注意它的一个形态形式哦。其实它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离岸流哦，万木山沙滩，那它是一个后面填沙的一个沙滩，并非是天然的哦。那它填沙之后呢，它的沙一直会被离岸流带到外面去。所以的话，如果你今天在游泳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怎么会没有在往外踢哦，往外海的方向踢，可是你的身体却一直在往外海里面去飘，这是你就是碰到的一个离岸流。那如果你今天很紧张，开始有一点说怎么办，我离岸越来越远了，那你对自己的勇气又没有那么有信心，又不晓得 海水要怎么样去熟悉它，你又一直用力的想要一直往回游，往岸边游，但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其实是很难抵抗这个大自然的力量的，你会越飘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紧张。其实当下其实你不要特别的一个害怕，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地形跟洋流的话，你可以了解到说，你只要往旁边侧游一点，它会自动的把你带回到沙滩里面。所以大家切记哦，如果真的遇到类似这个状况的话，当然有同伴的话跟同伴告知，我好像越来越远了，那要怎么办？同伴的话，如果在比较跟你靠近的一个地方，可以通知其他的人，了解你的状况。那如果你可以的话，还有体力的话，可以往两侧去游，让它你的向岸流，可以让你 把你带回来到岸边哦。这是在万木山上要戏水一个注意的状况哦。
那其实我们在救溺的时候也发生过很多特别的一个状况哦，像其实我们在潜水队的时候，海水哦，真的如果发生救溺事件的话，哦，真的海水在被呛伤跟淡水被呛的时候是不大一样的。海水里面有含很多的盐分，说真的，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负担非常大的一个元素哦。所以如果今天在海水里面盐分比较高的一个水域上面，遇到一个救溺状况，说真的，要救回的几率相对来说是比在室内淡水游泳池来说救回几率相对是低的哦。所以不管是在海水的水域，或是淡水的室内游泳池的水域，如果真的类似遇到碰上救溺的案件，一定要及早的通知消防队，然后及早的实施救命术哦，才能够有机会挽回到一条宝贵的生命。是哦，谢谢苏科长。哎，我真的长知识哎，没想到那个 AED 还要搭配我们的 CPR， 这样才有效。那当然，你在贴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会先进行分析，真的需要电击的时候，你再按电击，那才是最正确的方式。那当然，如果想要学的话，其实是不是也可以来上课之类的？是不是类似的课程会有开设？哦，对，我们消防局在紧急救护科都有在对民众或者是一般的其他的有兴趣的，然后定期会做一个开放。那开放的时候，我都会公布在市府的相关的网站，然后可以请市民朋友一起来共享盛举，然后学习这样的一个技术。当然不要碰到最好，但如果碰到的时候，有时候一辈子救了一个人，真的是非常，也不是说值得骄傲啦，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回忆的，救别人这件事，对对对对，没有错。虽然不能自救，但可以救别人，这样是挺好的哈。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如果碰到战争的话，我们的灾害又有哪些呢？在这一次的基隆市民安酒后演习当中，就模拟了类似状况。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造成基隆发生土石流，倒塌的建筑物内传出有人受困。空勤队出动直升机，特种搜救人员垂降到建筑物顶楼，将人吊挂送医。我们可以看到，已有多位乘客可以自行的逃出点连车。灾害联合应变管制中心确认现场安全。此外，中共突然对台实施导弹攻击，其中一枚导弹击中八堵火车站，造成火车车厢有大量民众受伤，需要救援。消防队员到场布水线防护，救护人员从车厢内救出大量伤患，进行检伤分类送医。化学槽车双载之甲醛泄漏。逼真的演习情境，还有基隆遭到飞弹来袭造成的港区化学槽甲醛外漏，立即成立毒灾紧急应变指挥中心和应变小组进行毒化物处理，持续进行止漏的作业。这场民安演习总共动员60个单位，上千人参与。演习的情境设定为两岸情势紧张，总统发布紧急命令，基隆遭到炸弹攻击，如何抢救应应？我们平常当然就是以防灾救灾演练这个为大部分，但是今年是包括我们整个全球，甚至于我们台湾海峡、南海等等，不管是东南亚或是东北亚，都有一些的紧张的一些情势，所以我们今年的演练是整个来结合战时跟一般的整个的防灾救灾的这一些演练。在这边我想很重要，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来守护。近日乌俄战争影响两岸的情势的不明，演习视同作战。今年的演习内容确实不同以往，我们也借此机会重新开启一些准备的内容以及方式，来检验各单位自我应变的能量。战争的威胁是无形的，无视离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相信我们大家的心态上一定可以做最完备的准备。这次演习我们是针对乌俄战争的情况，我们做个演练，希望说能够唤醒市民在平时我们要对这个战时的一个观念，一个自我保护家园的观念。透过平时演练，让各单位能够了解各自的职责分工，以后在灾难第一时间最好能够迅速整合资源。
哇，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因为它加入了战争的元素，要整合所有的资源。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起初，我们的记者。是啊，我们的演习啊，平时人家讲一句话了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要有一个防灾演习？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模拟训练。那也就是从在这个模拟演练当中呢，我们去发现到我们一些不足的地方，能够去改进呐。好，其实我们凭良心讲，我们以前呢哈，你看如果发生火灾，我们现在都想，基隆市发生火灾只有一场，全部都过去 ，OK， 没问题。那我们也慢慢在思考，如果同一个时间有两个点出现呢，有三个点出现呢，有四个点出现呢，或是也许有一天大地震，我们整个基隆市垮掉三分之一，那时候怎么办？这个都是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思考模拟的。那今年呢，我们也去模拟到一个像我们这个国际情势的不断的一直在变动，那我们也考虑到啊，这个乌俄战争这些情景种种状况之下，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把这个战争呢把它纳入到这个地方。那因为我们的防灾演习平时呢是军方要支援。但是今年呢，我们模拟这个呢，如果战争的时候，军人是没办法来支援的，完全要靠我们民间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年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完全都没有军人进来了，因为战争他们要到前线去，不可能再来支援我们后半段了。那这时候怎么靠我们民间？那我们民间怎么去动员？所以，我们今年呢，动员了很多的民间的力量，来演成这场演习。最主要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哇，真的好特别哦！第一次就是没有军方来介入，然后全部都是自己来。那当然动员了很多人，也模拟了很多状况。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苏科长。其实这一次的演练哦，我们其实跟以往的最大不同点哦，刚刚主持人跟我们的记者也有说到，就是在战争的部分哦，因为之前的话，我们跟军方的合作，不管是哪一个情境哦，大家都会有在军方其实大家都有看到，不管是台风后来土石流的一些清运或者是一些在疏散的时候交通的一些状况，军方都会来支援。但这一次的情境的下达，一开始因为战争的关系哦，军方必须得全速去支援战争哦，所以其他的部分救灾又考量到刚好遇到的一些大雨甚至极端气候的产生所以刚好这次把战争跟灾害整个合并在一起来做一个演练。那不管是各局处动员的各相关单位跟人力包含了还有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有来协助其实都是在磨练跟训练大家彼此的一个默契当今天如果军方真的没有办法介入的时候，他们执行其他的一些勤务必须由灾害的这个部分让我们本身其他市府各单位要整合然后来培养一个默契，然后才能够保障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这样的一个演练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去举办。那各个举办的一个项目也会随着情境的不同的环境的发展，然后来做一个模拟的不同的改变以让市民朋友能够更放心的有居住的安全。是，就是要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中正路冷冻厂居然发生了火警。冷冻厂旁的空地突然窜出浓浓黑烟，消防员到场布水线准备灌救，大火一发不可收拾，黑烟直冲天际，就连一公里外都能看得到，可见闷烧相当严重。就是一些废料废铁啊，怎样整理啊？二十几分钟前呐、啊，我问伊咧讲。灰再喷落来，啊，看会较有烟呐、啊。平常都没有在用啊，之前已经烧过一次，要废弃很久了。那、啊、近期这两天屋顶又在拆，啊，一些废弃物丢在那边，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火灾了。起火地点在中正路冷冻厂旁的空地，现场堆放大批的泡棉、垃圾等杂物。14号上午9点多，工人进行大楼铁栏杆拆除作业，疑似火苗引燃成堆的泡棉等易燃物品，让火势迅速燃烧。那空地有它有堆积的一些拆除的废弃物，那里面就是夹带有泡棉所以那个泡棉的产生大量的浓烟，那一方面也影响住户，那二方面会空气会做污染那我们决定的部分是用强攻的方式。那个在我们我方的人员安全上我们总共出了4线4线的泡沫的水线那转成的8线的部分那极力的压制
那避免造成空气污染啊，因为中正区的是主要的交通干道这一部分我们也是要保持它的安全，那附近的民众也是防止那个闻到恶臭味那我们总共的除了16辆的消防车辆各式消防车辆那人员义消的部分将近40位要来抢救，现场有遗留的相关的工具，那我们也有可能是在施工不慎引燃的那个泡棉因为它是那个一个是保温的铁皮加保温层那堆积在旁边那我们研判是大量的泡棉那我们后续的部分现在已经那个局限火势，那后面的火势控制。消防局出动3个分队，10次车40人前往灌救，现场飘散出浓浓的有毒气体，让民众纷纷走避。所幸大火1个小时内受到控制，没有波及到邻近的厂房。真的，这是最近这个各县市都有这些工厂零星大火的出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记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工厂型的火灾，我们旁边住家或者是工厂本身应该要如何来防范跟自救？好，那针对工厂部分呢，还有我们的住家这两个部分的原则大概都相同了哈。那我先讲一下工厂的部分，工厂的部分在我们消防里面，我们重点就是在火灾初期，很多东西都是要靠我们火灾初期。火灾初期如果我们能够去把它处理掉，后面产生的灾害就会降到最低哈。所以我们那个火烧起来是跟时间成平方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火灾呢，我们现在在工厂里面，政府有推一个叫防火管理人。还有一个叫做危险物品管理的保安监督人，那这些的用意在干嘛？就是防火管理人呢，他就是把你的员工先找来，那来受个训啊。依目前政府的规定是12个小时的训练，那在这12个小时的训练，包含初期的火灾要使用的室内消防栓呐、灭火器啦、缓降机，这个都会交给他们，那等于是一个种子教官。那肥气呢，他才教他们的同仁，那在这个地方基本的常识大概都会跟他们讲。那这个防火管理，我简单讲，它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编班编组，它要将他们的员工编成灭火班、通报班、避难引导班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灭火、通报、避难引导，那个就是火灾刚初期的时候，如果能够发挥这个功能呢，后面所造成的损失一定会最低。那我在讲这个，我们当时84年消防法还没修正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防火管理人机制。那我曾经去看过那个资料，那当时84年会有什么会去重大修法，就是因为台中有一场叫威尔康西餐厅，那这一场死掉64条人命。那我从他那个资料里面大概跟他，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铁皮屋，2个楼层而已。那当时大家都知道，在台中港路那一边没有什么发展，很多甘蔗园很大，所以他那外面的空间都非常大，外面都是停车场那只有2个楼层的一个铁皮屋，那这场火呢是从1楼这样子烧上来，对不对？但是呢，2楼的人就完全没办法下去。那当时也没有这个我们防火管理人机制，但是事后去检讨，他从2楼要往1楼有一个柜台，那这个柜台呢旁边一个门一推开就是外面的停车场。但是这一场火烧起来，没有人引导从这个门出去。如果当时有我们今天这个防火管理人，他能够去发挥这个功能，那今天所产生的损失、死亡人数可能就不会这么多。所以在政府的各种的这个法令呢、预防工作呢，现在都已经慢慢建立起来。包含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那个没有合法的工厂我们去五股中南部去看，很多的盖的密密麻麻啊，这些都是没有经过合法，也就是它的消防安全设备也不足，或是它的地目不符合规定。但是政府也想把它改善，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也去定一个改善办法，让他们合法化这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讲你原来已经没办法设了，用什么来补强所以政府在做的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所以在工厂这一部分呢，还有我们现在有人在推，就是说要做这个洒水设备但是这个都会增加老百姓很多成本政府都会去考量，会参考其他国家来。那所以在工厂部分，我们还是希望业者能够重视他们的安全。第一，我们的火灾初期，你的员工一定要去训练，一定要去培养他们。那设备能够增设，就是尽量去增设这是我以上谈的。
是哎，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局，它跟着我们的消防法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编组防火管理人。那当然，所有的民众当然也自我要有意识啊。如果碰到火灾的话，要怎么样逃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记者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如果真的碰到火灾的话，是不是关上门，或者是真的门打开逃难，是不是都有方法的？好，这个我先跟各位先做一个说明。我们常常在外面都会听到叫做逃生避难，哦，各位一定要观念，一定要先逃生，不要去跑避难。只要有灾害发生，你一定要先逃生。所以我们这个名词叫做逃生避难，你要先逃生，没办法逃生，你才回归回来避难。啊，所以呢，哈，我们就在很多的这个软体上啊，比如讲 LINE 啊，什么都，我看看，常常会看到，就会丢这个出来。火灾发生的时候怎么办？赶快躲到浴室马桶里面，因为马桶里面管道间有空气。我讲了也没有讲他不对，他这个就是断章取义。哎，地震的时候怎么办？哎，赶快跑到楼梯，哎，那个电梯间，因为电梯间旁边的结构最安全。哦，这个是对还是错？啊，地震了你还去搭电梯？哦，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就是断章取义去取了哈。那逃生避难，第一个要先学逃生，第二个我要先给民众一个概念。我们消防里面有一个叫双方向避难原则，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在教那个小朋友要去画逃生计划图。为什么？就是让小朋友去画，我的客厅在哪里？我的厨房在哪里？我的大门在哪里？现在你要把它假设，我们每天进出的都是从大门进出。但是有一天，这个火是从你大门烧起来，你不可能哦，什么原因会烧不知道，也许有人都到你家来纵火都有可能。从你第一能够出去的这个门烧起来，你还有哪个第二个方向可以走？这个我是希望每个民众你在家里都要去思考。好，比如讲我后面还有铁窗，我有窗户要出去，哎，你窗户有没有做铁窗？你有没有留一个活口在？哦，这个都是要去思考的。所以我感觉因为每个家庭的环境都不一样，要去设计有一个叫做双方向避难原则，这个去考量。我讲我一个很简单的，我家里的一个后面的一个阳台，哦，那阳台当然做那个遮雨棚出去。那遮雨棚出去呢，我就一直在考后面是山。那我常常在讲，如果火灾我前面从我家正门烧起来，我没办法出去怎么办？我一定要从后面。那后面呢，那个窗户就这么高。如果我爬得进去，那我的老婆呢？她个子比较瘦小，那我当时就是在思考，那如果我有一天我不在家，我老婆要爬上去怎么爬？她根本没办法爬。所以呢，这个在20年前我就买了一个铝梯，阿鲁米梯，我印象很深刻，700块，到现在都在。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连用过一次都没有。但是希望我这一辈子都用不到。那我买那个用意在干嘛？如果万一有一天真的是烧起来，我不在家。我太太可以拿这个梯靠在旁边爬上去，窗户她还可以有出去啊。那这个回来就是跟我们讲，必须要有一个叫双方向避难原则。所以我们的住家，我们的市民，你一定要这种概念，你自己去思考一下，我们家有哪个方向？好，到底往上逃，往下逃？我这个很简单讲哈，其实我们每个建筑物、每个楼层都有一个防火区划。所以火灾发生的时候，你只要沿着走廊通道、安全梯、安全门去逃就好了。那这个防火计划呢？所以标准理论，火灾发生，如果5楼发生，火能不能窜到6楼？标准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民众说：“哎，电视上演出为什么通通窜？”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个防火计划都做得非常好，好，它的防火墙、防火楼板，所以我们为什么火灾发生会沿着走廊通道、安全梯、安全门？你到安全门一推开，就是楼梯间。那楼梯间就是垂直区块，那楼梯间干什么用？就是跟我们逃生避难、跟消防人员抢救使用。那这个也许我们通不会使用啊。有时候我去上防火管理人的课，我就会问同学说：“你家住几楼？15楼。”我说：“你这个一年里面你走楼梯走几次？”他说：“连一次都没有走过。”那政府为什么要设楼梯？浪费我们老百姓这么多资源。我们现在一坪土地要多少钱？这个都是有它的用意存在，哦，那这一块是供我们逃生避难使用，所以我们沿着火灾、沿着走廊通道、安全梯、安全门，你只要你在当楼层，我的门一推开到楼梯间，没有火、没有烟，标准理论是往下逃，哦，那为什么要讲往下逃？因为我们的烟的比重是比空气轻，所以火灾发生，烟是往哪里飘？飘到天花板上，飘，哦，那跳到天花板上慢慢累积下来，这个我们叫做烟尘下降，它就会慢慢下来。但是你这个烟如果下降到一个人的高度，你会吸到烟，你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要进到烟。所以如果你到这个安全门，你一推开，你这个垂直区块，你的楼梯间完全没有火，没有烟，
你就标准理论往下逃，你就绝对没有问题，因为那个防火器嘛。但是回来一个还要跟民众讲的，你这个防火门平时是要关，不是要开。但是我们现在呢，夏天，你看我们那个集合住宅，就很多人呢、啊，住在这一户热得要死，就把门推开，推开他又进来，你又推开，啊、怎么办？拿两块砖块把它放着，绳子绑着，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你防火门如果没有关，我很简单讲，今天五楼发生火灾，我从我刚才讲的防火器的话，它再怎么烧就在这个楼层。但是如果你五楼发生火灾，你这个门打开，这个火跟烟就会灌到楼梯间去了。那灌到楼梯间去，你们在电视上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烟囱效应，哦，整个就灌上去了。哎，灌上去，你七楼没关，你七楼会倒大霉；八楼没关，八楼会倒大霉。所以这个安全门平时也是要关注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基本的，就是跟民众讲哦，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哦，哎，否则你的安全门平时就是要把它关嘛。那在家里尽量呢能够去做那个双方向避案原则。那如果像我们这个大楼整栋的都是有那个系统式的火警探测器，那如果你没有是五楼以下或是老旧建筑物，那你可以装助警器。哦，我们现在消防局在推的那个助警器，哦，啊，那个助警器呢里面只装一个电池而已，哦，那我们消防局如果你们家没有，你们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分队会去帮你装，免费的帮你装。但是政府给你们只有一颗，啊，这个是抛砖引玉。那我是希望你们家有房间可以去买一个，现在没有几百块，哦，啊，这个可以保证民众的安全。是，哎，真的，因为助警器在我们的消防局的案例当中，其实也救了蛮多户哦。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记得，也不是有需要，就是大家如果有可以的话，就去买了装在自己的家里面。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烈焰，这个、狂窜真的是非常可怕。来看一看我们的新二路神坛现火海。五二凌晨五点多，基隆新二路一间铁皮屋二楼神坛突然起火，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哎，你来带新年。哦。伊内底足侪新棉，放人声，啊！我抓到就外口在电线，哦，迄碰水去打到迄变压器啊！消防人员获报，火速抵达现场，发现二楼铁皮屋已经陷入火海。我们就啊，使用战术哈，包括啊那个长距离的布线啊，用手推车的方式啊，以节省人力啊，那总共布将近20条的水线哦，那。两线，那两线我们到达现场啊，又分三线，好，那人员都安在。好在当时屋内没有人，邻居也及时报警，没有让火势持续延烧，波及到其他民宅。可以看到火灾的时候就真的很可怕，秒马上就烧起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国线，我们的分队长，其实很多的案例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要提醒？好，是，谢谢主持人。那个跟大家再补充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集合住宅很多人会在楼梯间或者是家门口放鞋柜，楼梯间常常会掉衣服或者是放一些家里的杂物。那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它因为都是易燃物，都是可燃物，所以它如果火势扩大，它就会沿着这些可燃物烧。那像诚如刚刚记证所说，如果防火门没有依照规定关闭的时候，它就火流延烧的路径就会沿着有可燃物的地方。那可能今天如果防火区划有做好，本来只有在五楼烧，但是因为防火区划被破坏了，它可能就沿路烧上去。可能六楼防火门有关没事，七楼防火门打开有杂物，就可能又就延烧到七楼。所以这部分也是呼吁我们的民众，在那个防火门第一个要保持长时关闭，就是要关闭。第二个，楼梯间不要堆放杂物尤其是像鞋柜啦，还有家里可能有的空纸箱然后还有一些吊挂一些衣服，这些都是可燃物可能会引起延烧，这个要请民众注意跟民众呼吁。因为我们消防队在出去做一些安全检查的时候，就是会发现这个集合住宅里面普遍都会存在的状况是这样。那另外再来有关一些工厂火灾像印象很深刻，去年那个我们桃园的一个美孚冷冻厂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馆长也有里面有很多一些他的网络行销的食品那在我依据我桃园的同学同事说，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很香，非常香，因为那个牛排都
都已经烤熟 了，对，但是在过了两三天以后去，那个真的那个味道非常的难闻，那个或许戴面罩都还可能有可能会闻到一些他们里面的一些恶臭的味道。哦，那包括像因为最近半年，哦，我们那个工厂的火灾发生案例很多，哦，简单举几个，第一个在4月25号我们彰化联华食品工厂的火灾，7月14号高雄男子加工区的一个素美贝科技公司火灾，哦，再来是7月24号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新北市泰山工厂火灾。好，这些工厂发生火灾都是在下班时段，那依据我们目前消防的法令，哦，工厂它是要设置消防栓，哦，那只有可能规模比较大的占地可能比较大的工厂它才会有其他比较加强的一些消防设备。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当下班时段，哦，都没有人没有员工上班，哦，那或许我们有的工厂可能比较偏僻一点的时候，那它发生火灾没有人发现，哦，没有人发现就没有办法去做及时的灭火，等到火势扩大了才有人开始打119说啊消防队赶快来灭火。那所以现在我们中央警察大学一位简贤文教授他也是非常的努力在整合我们横向跨部会联系，希望能够推动我们这个所谓工厂火灾的安全。因为工厂火灾它很多人其实民众会认为说好像火灾就是会找消防队消防局，但是其实工厂火灾它牵涉的层面其实还蛮多的，包括它会引发像我们火灾烧就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去灭火的时候用水就会有一些水质污染水源，尤其在中南部很多的工厂都在田间，那可能会造成那个农业用水的问题。那当然如果发生火灾而引起民众的恐慌，那甚至必须要封锁交通道路也造成那个民生的问题，那再来还有一些经济损失的问题。所以其实一场火灾下来其实都会有产生很多问题，那所以希望我们在工厂可以设置自动侦测的那种警报系统灭火系统，在它发生火灾的初期可能有烟可能温度升高跟我们环境温度不一样有一个差距的时候，它侦测到它可以自动洒水来把这个火势控制，甚至可以马上把它熄灭。那我们可以看这是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这个发生工厂火灾以后有一个水资源消防废水农田污染这些都是一些问题，那造成污染的问题那之后要再做一个恢复是也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心力做。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消防抢救的耗水量非常的大，那在现在我们其实缺水的状况每年都会在夏季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在那个比较干旱期都会有比较缺水的状况，那如果这个时候又发生火灾那我们消防用水耗水量比较大那可能在水资源的部分就会更加的会吃紧会造成一些民生的不便，所以在这边也是跟民众宣导我们在我们那个做工厂的防火安全就诚如我们记者刚刚所说的防火管理自己的财产我们要自己做一个保护，那也避免带来其他的一些影响以及危害。是，真的就是要自己好好的先规划保护，然后要预防，要先设想应该要怎么样自救，先第一步。那当然刚刚有说到集合式住宅也有很可能会发生火灾，就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七堵区的攻坚路就发生了管线灾害，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记者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管线灾害的话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那针对那一场管线那我先讲它的原因最主要
因为当时因为历史已经很久了哈，因为也许我常常讲嘛哈，这些管线公司，比如讲自来水公司或者是瓦斯公司、天然气公司，这些通通好。那因为早期呢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进步啊，科技这么进步，他画的图也许没有保存下来，那个管线怎么跑？也许师傅退休了，再交给下一代，下一代又交给他，又忘掉了，都不知道了。那所以当时呢，当天呢，我们到那边呢，我们一直那个气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在烧。但是我们叫他去把总开关关掉，但是他一直说关掉了，但是他气还是一直出来，那就是找不出开关在哪里。哦，那所以这一场火场发生了以后，我们也疏散了上百人。那市长到现场去呢，哈，市长很重视这一件事情，所以回来呢就召集我们市政府各相关单位，哈，包含消防局，哈，包含公务处，哈，啊，把这些管线公司，哈，瓦斯公司，哈，这个天然气公司，哈，这些公司通通把它找来。那政府呢，我们市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做那个科技啊，现在图资啊都要进入到系统里面啊。那将来如果有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图一调就马上知道哪里啊。所以将来现在他们已经这些没有成立的，其实早期像中油的天然气这些都是我们在图资里面都可以调得到。那现在他这一些以前没有建立的啊，他我们要求他现在要建立进来。那如果将来再发生这种情形，那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能够去控制到这一块的部分。那另外如果像这个管线呢，这个气体出来，那我常常讲嘛，我们任何一个东西要烧绝对要三样东西嘛，一个要东西，嗯，一个要空气，嗯，对不对？一个要热点嘛，嗯，那如果你这个气体飘出来了，它跟空气混合在一起呢，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就我们不能讲它燃烧，它叫做一个叫爆炸界限。嗯，哦，会爆嘛？我们讲会爆。那爆炸界限它是有一个界限，你浓度太浓，它也不会爆；你浓度太轻，你也不会爆。所以它有一个界限。如果像我们那个瓦斯，我记得是有时候会闻到。哎，对对对，啊，讲到瓦斯是没有毒，也没有，哦，也没有味道，是加进去的，加进去的味道。对，好啊，所以如果你达到这个爆线，它就会爆。那所以如果那个瓦斯外泄出来呢，你看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疏散，我们就怕如果它真的达到一个爆炸界限，那万一再有一个火点进来就整个爆，就是很危险，所以我们赶快要疏散，嗯，啊，那这个回归到我们的住家一样，如果你们在家闻到瓦斯很臭的味道，记得哦，我们都是不是叫你们要把窗户打开吗，啊，不要去开开关呢，啊啊，不要去打打火机吗，对对对，这个就是什么，因为你飘出来的这一些就是可燃物嘛，嗯，那你跟空气又混合在一起啦，啊，你达到一个界限呢就是火点来的它就爆了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民众将来如果你们有碰到这些东西，就是尽量把窗户打开，哦，让那这个风慢慢飘出去，把它浓度降低，它就没办法烧。是，哎，真的就是使用瓦斯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有时候是家里，有时候煮一煮就煮太久，那个瓦斯就是锅子烧掉，瓦斯还是继续飘。我们要请教国宪，我是不是要提醒民众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好，谢谢主持人。现在我们的瓦斯有两种，一种是天然气，另外一种是民众的那个瓦斯桶。那现在，因为之前瓦斯在民众使用瓦斯可能普遍上有些地方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后来在我们的瓦斯炉上面有装一个调节器，好，调节器，那因为它各家瓦斯供气的压力可能不一样，好，不一样，那但是它那个瓦斯炉的厂牌形式，它可能有的有大火，有的有中火，有小火，它就是在调节那个压力。今天我们最怕的就是今天我们可能送气来的压力比较大，但是瓦斯炉它能够承受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就会从那久了之后可能老化的就会不知不觉的爆炸漏气。对，我们当瓦斯炉点开的那一刹那就会发生爆炸。对，所以现在我们只要是那个有接到瓦斯炉上面，就请市民朋友回家可以看，上面会装一个调节器，那个就是在平衡压力用的。那另外还有刚刚也有提到，其实印象很深刻，个人在消防队的时候常常，因为像我们瓦斯公司它过一段时间它会有一个添加臭气的作业，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瓦斯其实就是刚诚如我们记者所说是无色无味的，那为了要让民众能够知道辨别说可能或许瓦斯有泄漏的时候可以赶快
及时的做一个应变，所以有加了有一个味道，就是所谓的臭气。那常常有遇到好几次瓦斯公司他添加臭气了以后，民众刚好就闻到那个味道，就以为是有瓦斯外泄的状况，所以就赶快打消防队。那有时候可能一个早上出勤了四五次，因为可能他都是瓦斯漏气，对，他可能一个区域有好几个，譬如说我们一个七堵区域，可能这边集合住宅发现闻到味道，那另外一个所以有可能一个早上就跑个四五个地方，那我们也是很耐心的跟民众宣导。嘿，那这部分就是之前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验。那最后也是跟市民朋友呼吁，我们使用瓦斯最重要的两个字，请大家的谨记叫做通风，一定要通风，因为刚刚我们基正也有说，它要跟空气混合，要达到一个燃烧界限。那今天如果我们通风，空气的量很大，就等于把我们瓦斯稀释，稀释了以后遇到火源或热源，就相对比较不容易引爆，没有进入到它的爆炸界限。所以民众瓦斯桶一定要放在户外。我看有的民众可能因为可能他的住家环境什么放在那个屋内的瓦斯炉边，那这边会建议民众我们就放在户外，放在户外后面，那有固定装置，因为万一发生地震或者是不小心撞击的时候，瓦斯桶如果倒了，它那个管线拉扯破掉也很容易造成外泄，所以请民众一定要注意，瓦斯桶一定要放在通风的地方，通风就是可以避免我们造成瓦斯灾害的一个最大的方法。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教纪正跟大家呼吁一下，台风要来，对不对？要请大家要多注意。台风已经要来，我们从我们刚才我们几位同仁大家都跟各位讲，就是要从我们本身做起啦。那因为我这边没有，我写这个啦，现在我们政府推的叫自助、共助、公助，所以所有的灾害发生，不管是火灾或是天然灾害，完全都是要靠我们老百姓，70%是要靠我们民众，不是要靠政府的力量。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是你的邻居、你的旁边20%是来协助你的。那真正公权力只有10%，所以民众不要忘掉，那个消防能力有限，民力无穷，还是要靠我们民众的力量。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来了解我们消防局做的真的非常多的努力，让保护我们基隆市民安全，还有我们的生命财产。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要做好。二氧化碳终结者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